这上头，上头，你没事吧？嗯，报告，上头，英军对他们已经跑了。这小鬼子搬什么东西？ 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出发。是是是。看哪个日本女人？哪个？哎呀，带头的那个，那个你都不认识的，就是那个日本女军官。对对对对，没错，我见过她。这小鬼子乔装打扮，是想连夜把宝物运走。那怎么办？咱们总不能冲过去抢吧？ 勇子，赶紧的通知聂大队长，我们仨跟着他们，记着，沿途我们会留暗号的。 凤凰山地盘了，好，进了咱们的地盘，就不怕那小鬼子人多了。如果跟聂队长联系不上的话，咱们就直接动手。嗯，你们看，他们走这条路啊，就必定会经过吹风坳。干脆，咱们呢就在那儿动手。好。哎，倩儿，你沿途留下暗号，让影子跟上咱们。好。 近道，好，走，走。叔叔，让你担心了。回来就好。受伤了吗？请你放心，只是擦破点皮。嗯，叔叔，文物转移的怎么样了？ 我已经派方导把文物都秘密地运走了。叔叔，对方有新四军，凤凰山的土匪
和苗峰的女儿，我怕方导一个人应付不了啊。嗯，原来是新四军缴获进来了。好，你马上带人前去增援方导，确保文物万无一失。嘿，高强，嘿，继续追查这帮人的下落，不要放过他们。嘿，快去吧。 国宝带回去，好，好。对不起大佐，我没能完成任务，文物被拿走了，我甘愿受处罚。 我已经派了两个中队，进山进行搜索，而且已经把所有进山的道路全部封锁了。大佐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，你居然失败而归，你怎么还有脸回来？ 少佐阁下，你怎么能那么说呢？你不是也被新四军绑架，就是因为你的失踪，我们才被迫临时改变计划的。你居然敢这样跟我说话！我说的都是事实。放开了！够了！我并没有追究谁的责任，这次行动失败，只能说是我们低估了敌人的实力。你们两个不要互相埋怨了。 你先下去休息吧。是，大佐。黑慕容，继续追查那些文物的下落，我们不能输在这帮人手里。嘿，下去吧。 这些国宝要能得到一个，那该多好啊！
我们把国宝藏好，我请军区的首长过来接应我们。这段时间，大家都不要出城。对，那个黑幕大佐对这批国宝志在必得，他一定不会死心的。 这批货，咱们终于抢回来了，心里这块石头也落地了。聂队长，还是你领导有方，你真厉害。这次能够顺利的抢到国宝，要多谢各位凤凰山的兄弟们啊！好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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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老大，您看咱今天和鬼子打得这么过瘾，是不是应该出去喝几杯？那咱们也跟着喝几杯。对。 完成你的遗愿，把国宝给抢回来了，也交到了新四军的手上。我们神州镖局始终没有失过一趟镖，你跟陈伯伯可以含笑九泉了。苗老英雄。 一定会继承你的遗志，保护好这批国宝。你安息吧。叶队长，国宝已经抢回来了，可是我爹和陈伯伯都被鬼子害死了，我想为他们报仇，我想加入新四军。 跟你们一起搭鬼子，香儿，你肯加入新四军，我求之不得。真的？对，我来康城就是为了成立新四军游击队，我想把凤凰山的兄弟们也吸收进来，还有柳禅、柳飞有为的工作要靠你去做了。您放心吧，叶队长，小师叔夏山就是为了抗日，我相信他一定愿意加入游击队的。嗯，我不加入。陆大哥。 你哪来那么多为什么？小师叔，你忘了师公说的话吗？他是希望你成为对民族有所作为的人。我没忘。鬼子肯定要打，抗日也一定要抗。那不就得了？新四军也是打鬼子的。没他们，我们自己也能打。我又不是没杀过鬼子，不需要和他们一块儿。 你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嘛，新四军人多，而且聂队长有勇有谋的，如果我们团结起来跟着他，肯定事半功倍呀。就是因为有他聂天明，我才不加入。陆大哥，为什么聂队长在你就不加入了？在他手下，听他的使唤，凭什么呀？我告诉你们，我不服他。除非让我当队长，让他听我的使唤。 我就加入。听你的，你那么意气用事，你做队长谁会服你啊？谁会服我？嗯，我的功夫好。那聂队长的功夫比你还好呢。比我还好？不行，我得找个时间跟他比试比试。 叶天明，今天我要是打赢了，我当队长，怎么样？敢不敢接受我的挑战？你若是赢了。
也当不了队长，新四军是有纪律的，要是谁的功夫好，谁就当队长，那不乱套了。哎，我说陆兄弟，你就好好打吧，啊，我们正好可以看看热闹啊。来，我说你们就别打了，大家都是自家兄弟，伤了和气怎么办？对嘛，你说你打赢了，对我也没人认识你，你打输了呢，还丢人。小师叔，你就别闹了。聂队长，对不起啊，你不要介意。没关系，香儿。 我知道，陆兄弟的功夫好，既然你想切磋，我就陪你玩玩。但是注意，点到为止，我不想伤着你。听你这话，好像你赢定了。哎，兄弟，你要是赢了，我就给你姓陆。哎，你们就快点吧，我们还等着看热闹呢啊！聂天明，我爱使棍子。 别开枪！别开枪！别开枪！自己人。小王啊，是你啊！啊，哎，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啊，过来透透气。哎，真是气死我了！你说这个姓陆的小子，哭着闹着非要当这个队长，还要跟聂天明比武啊？啊，我真是看不惯，我谁都不服，就服聂天明。 本来呢，我想教训这小子一下，但是你们聂队长不同意，还非要跟他比武。那现在还打着呢，还不知道谁输谁赢呢。哼，我看啊，他肯定打不过我们聂队长。对，打不过那可不好说。你们是不知道，陆有为这小子那功夫也不是吃素的。哎，那现在打的怎么样了？哎呀，玄，哎，你们去看看就知道了。 不是，我们守在这里不好破去啊。是啊，啊，这儿啊，没事儿，我帮你们守着不就行了吗？去看看吧，啊，这样不合适吧？不合适吧？这就是不合适的。哦，我守着你们还不放心呢。哈哈，行，去吧，行，去看看去。那谢了，走走，哎，去吧。
看来这陈世元还真收藏了不少好东西啊！ 闭嘴！好了好了，我没输，再来。陆有为，赖皮狗啊！承认。哎呦，输了还不认，你是爷们吗你？你们放心，我陆有为说话算话，以后听你的。哎，陆大哥！对了，现在谁的话他也听不进去，让他自己冷静一下吧。 站在城楼，你是在叫我？那就咱们两个人，没叫你叫谁呀？你在干嘛？啊，没干嘛，随便走走。你是在笑话我？ 你在笑话我，自不量力，自讨没趣，是吧？哎哎哎哎哎，我的陆大侠，我可不敢笑话你啊，也没惹人笑话你，是你自己想多了啊。你在这边待着吧，我有事，我先走了啊。站住！把话说清楚，到底有没有笑我？ 我说了，我都没笑话你，还没笑，哼，嘴脸的跟裤腰一样，还说没笑过。没错，我是输给了聂天明，但我就不信，我还打不过你。来，咱俩比试比试。我可没有功夫跟你比啊，你行了，你别闹，我有事儿。我告诉你，我就看你不顺眼了，我打不过聂天明是吧？ 但我不信，我连个土匪都打不过。来，我真的有事，我不跟你闹了，我走了。站住！啊！好啊，你偷国宝！啊不不不，我没偷啊，是刚才我在那边捡的。你捡给我看看。你高总。
大哥，你干嘛？怎么了，穆大哥？他偷国宝！我没偷，是我在那边捡的。抓住他！站住！别动！我没偷国宝，是我捡的。跟队长说去。走！我真的没偷。快！我告诉你，不是捡的。干什么？吵什么呢？他偷国宝？我没有。什么？你凭什么说他偷宝物啊？ 陆有为，我告诉你，你别说了诬陷人啊！我没污蔑他，看见没有，这就是证据，从他身上掉下来的。哎，穆叔，师爷，这是不是你干的？你说句话呀！说呀！啊，你丢人现眼，你这！哎呀！ 土匪就是土匪啊，信不过呀。土匪怎么？土匪就不是人吗？我告诉你，土匪有土匪的规矩，他如果真干了，就按我们的规矩来。彪子，咱们可答应过人家不碰这批货。 你小子今天干了这种屁事儿，老子放了你！大嫂，念他是初犯，饶他这一回吧。不然哥，念他兄弟情谊，就饶他一回吧。彪子，滚！有多远给我滚多远！滚呢你！走啊！滚！ 走，哼，就这么容易走了？刚才还说土匪有土匪的规矩，还是护着短呢。陆有为，老子告诉你，我是他的老大，想追究责任，来帮了老子。伟三，这是何必呢？你就是偏帮他们。小师叔。 丢尽了我们的脸，丢尽了马老大的脸，现在有多远你就滚多远。 你是谁啊？少管我闲事！奶奶的，少管闲事！老子是凤凰山的，行吗？凤凰山，凤凰山！老子最讨厌的就是一群人打一个，怎么着？比试比试，啊？不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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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滚！走走走走！
哎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你们真的是凤凰山的人？不行吗？啊，我早就听别人说，凤凰山个个都是好汉，我现在无家可归了，求你们带我去凤凰山吧。 要上凤凰山，腿脚的功夫还不错，胆量也不小，真想去凤凰山？想。他定。走。哎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啊。 哎呦，脚上的功夫是越来越像样了。大哥，哎呦，这么粗的木头，你居然把它一脚就咔就断了，不简单。大哥，你指点的好啊！哎，你的努力，彩票，到咱们这个寨子时间不短了吧？大小功你都立了，上次抢二鬼子的军饷，要不是你出的调虎离山计，哪能那么轻易就得手呢？是不是？哎，多谢大哥夸奖。 你天生就是鬼点子多，脑子好使，有读过书，还会日语。你是咱们这个寨子里什么知道吗？小诸葛。<笑>大哥过奖了。哎，我想好了，在咱们这个寨子里啊，就让你当个军师干干，行吗？我这个，哎呦，休息了。勇子，怎么了呀？瞧见没啊？哎。 你说你来山寨多长时间了？多长时间了？啊，你屁都不是，你看人家彪子，刚来山寨，军师。哎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哦，师也长技以制夷。治个屁！这能喘？彩票，多谢各位兄弟抬爱啊！师爷，怎么能穿破鞋？ 是吧？哎，来，拿着，拿着。我穿不惯这个。哎，别穿不惯看不惯的，拿着，看看这个。师爷，这么硬的鞋头，这么利的刀锋，你说踢谁谁不怕呀？是吧？ 这可是老大为你量身定制的。谢谢大当家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。哎，怎么像个娘们似的啊？男子汉大丈夫哭什么呀？师爷，你是爷们吗你？ 别跑，别走，带上我，我就看你是不是爷们儿。行了，别走，别走，别跑，别走，带上我，我就看你是不是爷们儿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
这么说，蔡彪真是死性不改，这不往我们脸上抹黑吗？哎，以后我们还怎么在人面前混呢？别耍他，我是老大，他犯错，怪我。怪你干什么呀？你又不是他妈，你还管着他？ 当家了，我知道我错了，要打要杀，全由你，我蔡彪绝无怨言。星儿，星儿，肥肉给你啊！不愧是兄弟啊，什么好吃的都想着我。那可不是嘛，不像有些人吃着碗里的小盆粒，不怕噎着你。 兄弟们，蔡彪知道错了，我错了，我真不是东西，我错了，我他妈不是东西，我对不起大家，弟兄们，你们就原谅我，让我回来吧，啊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错了，五爷、韩立新、大哥，你们就原谅我吧，我说的真心话。 我真的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你现在知道错了啊？老大的话，你当耳边风啊你？啊！我错了。我去你的！这里所有的人都是穷苦人出身。 啊！我以前也穷过，但是，我到处去卖艺，谁像你，整天掉到钱眼里，啊！我看你是死性不改呀你！你知不知道性命的本来就瞧不起咱们啊？现在把柄，现在把柄不都落在他手里啊？啊！不要打了。 我错了，彪子，你是我兄弟，可搁着别人，早把你给剁了，老大。 大哥，你就原谅我吧，原谅我吧，大哥。一波还未停，一波又起，硝烟弥漫着大地。血染的战场，怎能忘记我倒下的兄弟？四万万同胞，拿起。 打响这场战役。
仇敌忾，奋勇杀敌，扬我中华的国威。我要用生命捍卫母亲，我要用鲜血换来和平，和平唤醒那沉睡的雄狮，胜利就快要来临。一波还未停，一波又起，硝烟弥漫着大地，血染的战场怎能忘记我倒下的兄弟。胜利就